是由女神穿搭必备 APP 美丽说冠名播出的我的纪录片《我们的歌手》。在刚刚结束的第二场竞演中，李玟绽放出了自己全部的能量，从上期的第六一跃成为本期的冠军。本场冠军李玟。而哈雅乐团和关喆虽然拼尽了全力，但还是非常遗憾地离开了。对于这场精彩纷呈而又悬念丛生的竞演，几位歌手的感觉又是什么样的呢？네, 오늘또사실그처음으로중국말을사용을해서1절을하고그다음에나머지부분을이제한국말로하는데카메라를열었을때까지도떨지않았거든요근데딱무대걸어가서관객들앞에딱서는순간두두두두두두두막주체가안될정도로두두두두두거리더라고요사실심장이막이렇게뛰기시작하면호흡정리가안돼요아나올것도아막돌리니까아일단은되게귀엽게봐주신것같고알그알그알거라는말씀하셨는데처음에도2번이었고2등을했고또2회차도또두번째로나가서2등을했는데계속이제2등2등해서오래오래살아남고싶어요안떨어지고我们先为大家揭晓第六名徐佳莹，就是上次是第一名嘛，然后这次第六名。我现在完全能够理解你上次说参加我是歌手的歌手都觉得这个心情像坐过山车。淘汰赛第一位离开的歌手是关喆，谢谢，谢谢大家。我选了这首歌比较新，第一次尝试控制气息啊，情绪没有，我今天就是撒开了，把心里的一些想说的话也好，通过一首歌给展示出去。这次我走上台，我自己知道，我看了乐队这边的乐队，看了那边的乐队，又看了这个舞台的灯光，就好像很留恋那种感觉，有点舍不得。其实今天抽签的时候，大大知道我在紧张，所以他根本就没有跟我讲，过去就拿了那一个杯子。抽签最后的结果，我们第几个出场，就在这个杯子里面。他说你相信我，我说我相信你。就在最后那个 seven 的那个 S 打头 E 打头 V， 啊！我当时就太开心了，我给大大这清了一个好大的一个唇印。哎呀，哭了！太开心了，太开心了。对，特别开心，想的我在演出之前化妆，化着化着就会就会笑。这一场我们努力了，是第四名，我觉得很好。那就是受到了第一次比赛的这个影响嘛，我们没能上去。我想在电视机前面的我的家人们会有点失落，会心疼我，喜欢哈雅音乐的人会心疼我们。但我们可以有喘息的时间，可以休息一下。希望通过《我是歌手》，所有的朋友能够认识哈雅，并且有那样的心愿去聆听哈雅。谢谢《我是歌手》，谢谢所有的人们，祝福你们。我知道，再过几天就是 Coco 的生日啊。我本来想象这应该可能是最寂寞的生日，没家人嘛，没老公，所以本来是真的是有点难过。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突然间变成大家都跟我一起庆祝，台下观众也跟我庆祝了，然后所有的歌手们的经纪人们都跟我庆祝了，哇，我觉得很温馨。非常温馨，那一刻很感动，然后突然间我老公出现，我的，很难忘，绝对是最难忘的一个生日。以后回想这个呢，我一定是笑着，就说哎，那个时候的我做了这个事情。现在去我的生日派对，跟歌迷的生日派对。
他们帮我弄了一个 birthday party 在长沙，所以很期待了。其实这一次的话，就是刚好，Coco 趁这次来参加《我是歌手》的一个机会，然后，刚好是趁在他的一个生日的期间嘛，利用大概两天的时间，然后号召了全国大概四五十歌迷，然后就是一起来飞到这个地方，一起为他庆生日。对，也都是我自己设计的，包括现场的一些设计啊，还有就是包括甚至现场的一些布置的图，一些音乐的剪辑，还有 MV 的剪辑，都是我们自己来设置的。还有你们的手机，现在超级静音，我们这就够。开始了，来讲，换歌，换歌。五、四、三、二、一。哇！我喜欢李玟有20年了，然后一直以来我觉得她是个很孝顺家人，对家人很好，对歌迷非常好，然后我觉得她一直是个很正能量的人，所以就一直这样默默地喜欢她。我喜欢 Coco 差不多有20年，我觉得从我们小的时候大概十几岁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只是觉得歌声好听，然后越来越长的时间里，我觉得 Coco 给我们传递的是一种非常正能量的东西，他呢就教给我们，就是在生活当中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勇敢地面对。因为我有同样的感觉，同样无所畏惧，高高无法太低，我是歌手，好好加油，继续叫 Co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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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co， 我真的太，我真的，哇，好多字眼想跟大家分享的 ，you know， 就是刚刚，一走进来那一下，然后你们才播着这个歌，我知道，哎，这个是我跟你们的一个我们之间的故事。那么，我很感动大家特别，我很感动大家特别飞过来，有一些真的是从很远的飞过来，或者坐火车、坐车，有一些是住在这里的。不管是怎么样，大家就是都是挺我的，然后喜欢我的、爱我很久的人，你们其实对我来说就是我的家人一样。Stop making everybody cry. Okay. You know, 就是从我18岁的时候参加唱歌比赛。我参加唱歌比赛的时候呢，就是一个梦想，就是想唱歌给大家听，因为我很爱唱歌。
我觉得自己唱歌蛮好听的。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抱着一个心愿，就是希望可以唱歌给大家听，然后有人喜欢，有两个、十个、二十个，我都会满足。没有想到有一天呢，会有这么多人疼爱我，我从来没有想过。不管以后的日子是怎么样，我们现在拥有是现在跟今天，我们今天要好好过我的生日，好不好？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太谢谢了。的是一个这个小黄人的毛毯，因为我知道他很喜欢小黄人嘛，然后他也告诉过我们，每次一看到小黄人都会很开心，都会笑。然后呢，我送给他这个毛毯呢，就是希望能够可以给到他温暖的这种感觉。舞台上，李文是掌控全场、气场十足的明星；舞台下，他随和真诚，丝毫没有明星架子，对待歌迷就像对待亲人一样，永远用最爽朗的笑声感染着周围的人。接下来的环节呢，我们就是一起做游戏的这个环节哦。好 ，OK， 好，我们来准备第一首，什么歌？周杰伦的《快》。张大耳朵，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老公 Bruce 也专程赶来陪伴在李玟身边。他一直低调谦和地默默感受着现场的一切，歌迷的热情温暖着李玟，也感动着他。Can everybody understand me? Yeah. Really? Well, Coco's back, and you know she works so hard. All she does is actually work behind the scenes to make this happen. And she, we were in Hawaii for vacation, I never saw her. 14 hours a day, honestly, 14 hours a day. She went to bed every morning at about 4 in the morning, got up around 10, started working, worked again and again. You're making me cry. And I don't cry very easily. But you know, what you see with Coco is what you get. She has a lot of heart. There's nobody, honestly,No star is like her, and I know many stars, and she's very, extremely talented, she's beautiful, but really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she's such a good person, and she's so real, and I think with the I Am a Singer, the TV show, all of China will get to know Coco again.出道二十多年，李玟当年的歌迷们如今都不再年轻了，他们早已褪去了狂热和盲目，理性而成熟地看待世界。能够在这个年纪还喜欢李玟，除了喜欢她的歌，一定还有一些更重要的东西打动了他们，而这些东西也许才是李玟身上真正的魅力所在。好，歌手到了。来，各位老师好。
上了上check one two check one two check one two。 新一轮的竞演马上就要开始了，歌手们的彩排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而彩排的间隙他们又各自在做着什么呢？什么天下啤酒只是、啊、我听得到彩排，是真是够了，你这个姿势难爆了。修炼爱情，修炼秀不是秀，是修医生，对，修炼爱情，哎对了，修炼爱情，那个动人指数可能打了一点折扣吧，折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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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面对本场竞演必须要淘汰一个的残酷结果，哈雅乐团和观者双方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我这几天我们乐队的人全程老师他们都在哄我，就是尽量让我放松，然后各种给我看搞笑的视频呀，甚至骂我一顿呀，他说你现在专心的去把你的音乐把你的歌唱好才是正确的。第一段的时候你不要闭眼睛，就往前这么看着那个好，然后你那个中间跳舞的地方啊不要太碎。从第一次排练一直到现在我们最后一次排练，每一次我都在改，每一次大家都有了新的感觉，哎这个地方你这样唱更好，那个地方要那样更好，所以我脑子里忽然装了好多信息进来。你说我要不要那个就是第二遍唱别让硬的翅膀稍微出来一点呢，然后我就没有一句唱对，之前会焦虑啊，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然后会有种不想干了的感觉，但是只要一准备好一到现场我那些都没了，我现在很好。别让幸运翱翔失去翅膀，别让骏马的飞驰，现在我要以一敌十啊，不只是以一敌，以一敌百。上次的成绩让我感觉到很失望，对我自己很失望，没有说在现场让感动观众做得更好，所以我一直在纠结选什么样的歌能更加感动观众。真的我问了十个人，就坚定一点吧，已经问了十个人了，神奇呗。对，梁老师，我就感觉这个第二段从第二页这里吧，好像从这里开始，这里再来两遍吧，梁老师，来两遍，不耽误大家时间，我在。梁老师能留下来，这是我唯一目标。OK， 那我们等一下再排，休息一下好不好？今天的脑被我唱坏掉了。编这首歌，三块硬盘挂掉，神奇的事发生好多，从来没有出现这种问题，三个硬盘突然间不转了。这是要火的意思？不，这首歌就是带来很多很多的很奇怪的事儿。对，所以不管结果怎么样，这首歌是必定要唱。我希望今天从唱这首歌给我自己创造一个神奇。关喆好听，这已经怎么样了？谢谢啊，我都跳起来了。 rock 我要 rock， 那我因为大家舞台上见了 rock 明天见。关喆加油加油，谢谢，我们也会加油的。
歌手第二期初结果后采访，关喆采访开始。你别走啊，刚好，终于可以睡觉了，我可以休息了。挺释然的，但是有点，又有点留恋，你懂吗？那个，这个舞台还是不一样的。OK， 好吧，这一幕我想象过，那就是他来到了，就接受他吧。但是总之 ，Coco、柯琴大哥，他们都喜欢我们的音乐，我特别开心。我觉得总有人会和你的音乐去共鸣的。从一次这样的历练当中能够学到很多东西，能够看清楚很多东西，然后我感觉这样是对我很大的一个帮助，要不有的时候自己都不太了解自己。我还会再回来吗？希望再回来，希望能够，我说听说还有突围赛，期待有机会吧。给助理那天做一下。好，谢谢。有点早吧，那天再说。还是那句话，用一生做一件美好的事情，那就是我的海牙。希望通过我是歌手，所有的朋友能够认识海牙，并且有那样的心愿去聆听海牙，这是我最想说的话。谢谢我是歌手，谢谢所有的人们，祝福你们。谢谢你。好。回来，一定会的。如果不该还好，谢谢，感谢，待会见。好，等的流程。对啊，不要那么悲壮。大家不要那么哪里有悲壮？加油，加油，加油，加油！你想看到我哭吗？嗯。就是很好的歌手，但是那个比赛的规则就是这样，你没办法，感觉不好受，是真的。他太勇敢了，就是身为一个音乐人，他不管是为了什么，他愿意一再踏上舞台去突破，去冒险。他真的好勇敢哦！等你们回来，下周见！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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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谢谢。加油！谢谢大家。从现在开始，对，这张首发大合影会放在我的家里。这张很有意义的一张照片，瑞哥照的。没掉东西吗？谢谢谢谢，我先跟这个扛机器的，谢谢你哦，谢谢谢谢，加油，谢谢你帮了我很多，拜拜飞哥，来，加油加油加油，谢谢。那个不会在是吧？啊，不会在第一名回来。好嘞，好嘞，谢谢谢谢，拜拜拜拜，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拜拜拜拜，啊，回来，万一的，拉回来啊，拉回来，没问题，好好在紧张的第二场竞演结束之后，山河、宋柯和郑阳三位资深的专家评审也感触颇深，他们一起来到了我们的会客厅接受采访。哎，咱仨应该算是频次，就从第一季最来的最多的。对对对对。实际上呢，我们三个人真的都不年轻，都年纪一大把了啊。像山河老师作为这个音乐教学，你已经20多年了。像我是电台的一个 DJ， 我从95年就开始做这个华语音乐的这种
推广和宣传。像我们的宋柯老师，他从九十年代二十年听着郑阳老师的节目长大，因为我九六年进这行，我这实话。但是九六年入行的话，咱可以夸他后生可畏。对对。问题一：如何评价今天两位离开的歌手？哈雅乐团，他能走多远？我觉得对于他，不是他来参赛的目的。他来这儿参赛是在推广另外一种音乐形式。他们是这个领域当中的一帮艺术家。对对。其实按道理呢，如果他们已经上一场已经是最后了，这一场如果不放个大招，或者放个跟观众那种马上就是很套近乎的歌。按道理，如果他们自己也不愿意。对，他们身上是有那种艺术家的傲骨的。随着哈雅乐团参加这次比赛，我相信很多人会热爱世界音乐。其实还是赢了，我觉得都是赢了，包括关喆也还是赢了。能够被肯定的作为首发阵容，其实他已经赢了这一批。关喆这孩子呢，真是有点，我们就是开个玩笑，他有点命苦。其实我不知道二位的感觉如何，就是作为评审的话，我们发现。其实印象分在《我是歌手》也还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是吧？就是对有些歌手来说，他是在印象分之上再加分，可是对有些歌手他没有这个印象分，所以起跑的那个基础是不一样的。输在了起跑线上是吧？真的，就像关喆，我都觉得不仅他对很多人来说没有印象分，可能甚至是，所以其实他参加这个比赛难度要比其他人更大。嗯。因为我不知道他以前什么样，如果是今天这表现被淘汰了，我觉得很吃惊的。我今天我觉得关喆的非常令我这个印象深刻，实话讲非常非常。而且我觉得今天用一个特俗的那种词儿吧，虽然今天关喆走了，但是虽败犹荣。问题二，三位老师参加过很多次《我是歌手》的录制，觉得做专家评审工作困难吗？其实我跟你说，这个话题说到心里了，真的累，太累了。很多人说的油嘴滑舌，这个话不重样的夸人。太会唱了，他把他擅长的戏剧性也带入了演唱，我就觉得。很高级，他稍微把那花儿就打开了一点，就变成了非常强而且非常亲近的口感。戏剧行当里待过的人，最擅长的就是把自己当作角色在台上。山河老师在节目中总是对歌手们的表现极尽赞美之词，但是这却引发了网上一定的争论和非议。他不知情的人，他们就骂我们，你知道吗？所以很多人真的不理解我们的苦，我们很累。真的很累。我为什么要给山河老师鼓掌？虽然给我们的称谓是专家评审，但实际上我们并不认为我们是专家，其实只是说把我们听到的每一首歌，我们内心最真实的感受拿出来，其实是跟大家分享。所以呢，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我们的点评，就像山河老师多么有苦衷啊，不重样的夸人，其实很累，都是一个真实的感受。如果说我们的一些观感可能和你心中的那种你的观感完全不对位的时候，可以听听别人，哎，听听别人怎么说。既然大家都是爱乐之人，爱好音乐的人，更应该有一种博爱的平和的胸怀啊，这可能就是我想说的。问题三，现场观众的投票结果会有和专家们的个人预测不一致的时候吗？有这种情况还挺多的，这种情况就是一个，就是小满也是，对对对对对，这来了一下就哎，为什么呀？是就这个结果啊。五零后今天基本上集中在李克勤、李玟和赵传，对这三个。我是在八零后。另外我也瞟了一眼零零后那边，但是那个像黄致列呀、徐佳莹啊，在那个就特别高，对，很高。对，这个不就是代表着现在的市场吗？对对。问题四，总有一些观众对投票结果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作为监票人如何回答这种疑问？如果我不是到这个参与到这个工作当中哈，你也会怀疑？我肯定怀疑，我一定100%怀疑。但是呢，参与了这个工作之后，我真的是可以。
真的是很认真的或者很负责的说，为什么我是歌手这个舞台是一个让人尊敬的舞台，就是因为他每一期的那个排名实打实的，那个票数真的是一张一张唱出来去加出来，因为我们都要监票嘛。比如说已经细致到如果这张选票上哪怕他选了三个歌手，但其中呢还有一个歌手他涂掉了，也就是他多选都算废票，计票工作已经细致到非常甚至是苛刻的这种条件，但是他保证的是这个节目非常真实的一个计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对那个排名真实性不用有任何的怀疑，因为我是歌手核心的最后的这个投票的这个结果的真实性它是不是真的，我觉得这也是这个节目真的很关键的生命力所在啊。问题五，现场观众的极致表情真的是完全自然的真情流露吗？我自己的真实的感受哈，因为第一季的时候呢我没有到现场来，我曾经看过电视节目，当时确实看到那个表情很夸张的现场观众，我当时我觉得我也是一个普通观众，我当时会觉得至于吗这样。我这个碰到最多朋友问的亲友们问的就是为什么那么多表情，我说特别简单，您来一趟你就知道了，肯定也是该哭哭该这个怎么痴迷啊。但是后来随着我到了现场用的都是 VDOS 的音响哈，音响当中的最高的级别配置，而且那么多音箱前后全部整个声场都包满了，所以在现场一根针你掉到地上都是那种纤毫毕现的那种效果，所以人在现场是一下会被那个就是整个那个音声浪的那种海洋就包围了。如果是你要离开我，请真实点来告诉我，不要偷偷摸摸的走，像上次一样跟半年。但是呢电视机前不一样，因为通过现场收音再到电视再播出来，其实这无论如何都会衰减感官视觉听觉受到的那个冲击力度完全不一样。欢迎回来，这里是由女神穿搭必备 APP 美丽说冠名播出的我的纪录片我们的歌手。随着哈雅乐团和关喆的离开，我是歌手进入了更加紧张的阶段，接下来谁会加入谁又会离开，没有人知道答案，唯一肯定的是歌手们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更加震撼和激动人心的表演。谁走谁留其实并不是节目的根本，对音乐的热爱与追求才是把我们紧紧凝聚在一起的力量。